Ya baya ya ya ti pata santani ya soni pa asauta uto ria soni Dimoy sora dimoyon妈妈叫尤达斯，阿公叫尤达，阿妈叫雅雅，阿公叫尤达，阿公叫雅雅，阿公叫尤达斯，阿公叫尤达，阿妈叫雅吉，阿妈叫雅吉，阿妈叫雅雅，阿妈叫雅雅，爸爸叫尤达斯，阿爸叫尤达，阿不对，又讲错了，妈妈叫，看这边，妈妈叫雅雅，妈妈叫雅雅。 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国语名字梁静辉。梁静哪个静？静那个静，天的静啊。啊？静静的静。嗯，辉呢？辉，光辉的辉。光辉的辉哈。我是这边的部落的头目。哦。那个，哪一组？哈？哪一组？达雅族。几岁？80岁。 80岁了哈，达雅的名字叫什么？嘎义，达利，嘎义，嘎义，伊玛，嘎义，迪利，嘎义，迪利。我的爸爸的迪利。那你住在什么乡、什么村、什么部落？台安乡中心村司马县部落。司马县达雅话怎么念？达雅了，买。 买瓦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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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买瓦嘎，不是瓦嘎，瓦嘎，瓦嘎，对，那个，那你是从小在这个部落吗？从小是，还是从别的地方过来？在梅县这样过来的。哦，梅县过来。 你小时候在哪边出生？在那个是梅县哦，部落鲁布。梅县的，梅县的天狗还是梅县？对对，天狗的旁边的那个梅县。我问一点点母语哈，你翻译一下哈。那个妈妈怎么讲？爷爷，爸爸，爷爸，阿公，尤达斯。 阿妈，雅弟，那个老人怎么讲？有，但是是男孩子的老人，女孩子就是雅弟。哦，他就小孩子怎么讲？拉伊，婴儿呢？拉伊迪贵，那个什么怀孕怎么讲？格吉安，格。 格吉安，格吉安，格吉安，嗯，格吉安博士，格吉安博士，啊，那个什么，嗯，那个我刚问，翻译好，好嘞，这样，我先，好，要问那个眼睛的眼睛哈，眼睛怎么讲？眼睛啊，嗯，眼睛，这个，嗯，老老二，那眼泪呢？无老二，无老二，那个眉毛怎么讲？
救命，救命，救命，那是日本话吗？你日本话一样。我呢，忘记了你。哦，妹妈忘记了哈。那鼻子怎么讲？嗯哼，鼻涕呢？鼻涕啊？嗯。小孩子会流鼻涕的。Mosquito。对。那那个里面有那个鼻屎常会挖，怎么讲？鼻屎怎么讲？鼻子啊。鼻屎啊。里面的。对对对。该有我哼。有是挖吗？大概有就是洞啊。洞。嗯。洞。我好就是鼻子的洞啦。哦，鼻子孔啊。通。哦。里面是通嘛。哦，那个嘴巴怎么讲？嘴巴呀。嘴巴就是咬啊。再念一次。咬啊。咬啊。对。那嘴唇呢？嘴唇叫有这个字啊，嘴唇这个。马不是吗？嘴巴。咬啊的还是什么？咬啊的。咬啊。就是这个咬啊。那个牙齿怎么讲？牙怒。舌头呢？舌头是马尾。很马尾。耳朵怎么讲？耳朵啊。耳朵。爸爸。那个头怎么讲？头怒。头发。是牛怒。是牛怒。那胡子怎么讲？牛肉。那这个脖子呢？脖子凹肉。凹肉。肩膀。肩膀很压力。很压力。很压力。那那个手怎么讲？手。哇。哇呢？怎么讲？手。哇。哇。那个什么？指甲怎么讲？就是这个。对。Gamin。Gamin。那这个手指头怎么讲？Teluling。Teluling。Teluling。Teluling va。手的指头是。Teluling va。Teluling va。Teluling va。va。va。那个什么，肚子怎么讲？Nervous。屁股呢？屁股。屁股啊，这个。屁股，对。Vayu。Vayu。那个膝盖怎么讲？这个。膝盖。大力。大力。那脚呢？骨节。那个背怎么讲？压力。那个男生或女生的胸部怎么样？胸部呀，鼓道。鼓道，那个有分男生女生吗？女生一样一样一样。那女生的奶奶是就不一样了哦。女生的乳房喂奶的那个。那个腹部那个奶粒。哦。腹部。腹部那个奶粒就是女孩子。腹部那个。跟奶粒。那个雷劲。腹部那。跟内令。那有那个腰吗？腰是红眼的输入。输入哈。我这那个什么流汗怎么讲？流汗啊，meranang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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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扎囊囊啊，马扎囊，你再念慢一点。马扎囊，马扎囊的，马扎囊的，囊，那不好念哈。那个口水怎么讲？口水呀、口水就是叫什么？口水就是丢囊哈。丢那、那个什么小便怎么讲？大哈木。大哈木。大便呢？没事无地无地无地就便。那个
女生会有那个生理期月经，月经怎么讲？他们是那个是哪个？哪个？啊，没事啊，哪个？没事哪个？再念慢一次，再一次。没事哪个？没事哪个？对。哦，那男生，那个发育成熟之后，以后要生孩子会有那个精子，精子怎么讲？啊，幼。哦，那个叫幼。啊，幼。幼，白白那个叫幼。对。哦，那那个什么，好，我就问动物哈。哎呀，现在很冷，很冷，怎么讲 ？Mosquito。没事啊，再讲一次。Mosquito。Mosquito。La， 还是 da？ 那很热呢 ？Kilo。Kilo。嗯。那那个什么？下雨怎么讲？马瓦拉，马瓦拉，你们说木有？好像你们的讲的是木有，巴林。那个我的母语不好，好，好，因为那个山上有些地方会下雪，下雪怎么讲？下雪就是哈拉伊，马哈拉伊。嗯，那个在地上下雪之后，它会结冰。冰有讲法吗？这疾病就是那个冰块白白的。这次马拉伊哦，一样是叫马拉伊，一样马拉伊啦，下雪。那个水很，如果说水很冰很凉，怎么讲？不，冰水很凉啊。就是那个像山冬天的山里面水很冰。水很冰怎么讲？啊，都过下啊你。水很冰哦。嗯，好，那我再问一下天气的哈，太阳怎么讲？纬度。纬度。月亮呢？圆顶。圆顶。那个晚上的那个星星怎么讲？亮啊。很亮。很亮啊。很亮。很亮。很亮。亮啊。很亮啊。很亮啊。嗯。那个现在白天天上有云，云怎么讲？有龙。有龙。嗯。那个风呢？喂会，喂会，会还是会？喂会会，喂会，喂会，喂会哈。那个是小学哦。嗯，对。哦，那个什么，我看啊，等我再问一下。天气的好，我问一下动物哈，猪怎么讲？喂我。那山猪呢？一样。喂我跟他嘿。就是山猪。哪里是山呢？哪里是什么？维沃。维沃。哪里是山？哦，哪里是山？嗯，山。维沃哪里？嗯，这个山猪。那个狗呢？狗猴精。猴精。那个如果在家里养的狗跟上山打猎的狗有没有不一样？猎狗有没有不一样？不一样。猎狗怎么讲？野狗就是拉顺米列。那猴子，慢一点。拉顺米列那猴子，那是猎狗呀。猎狗呀。有段时间再讲一次。拉顺米列那猴子。哦，好，谢谢。那个猪跟狗啊，牛怎么讲？很多种哦，牛就是个台尼哦。不是牛。牛啊，嘎丁。嘎丁哈，那个公牛跟母牛怎么讲？嘎丁那跟那日那母牛。公牛呢？公牛就是嘎丁的马龙。的马龙。哦，马龙。的马龙。嗯。哦，那个鸡怎么讲？鸡啊。嗯。威龙。威龙。母鸡怎么讲？羊那威龙。啊？羊。羊。那威龙。燕娜是什么意思？燕就是母了。母的。啊。燕娜没弄。公鸡呢？不丁安。不丁安。哦，不丁安。那个什么？现在那个鸭子有讲法吗？鸭子。十八分。啊？十八分，啊啊，现在讲。那是鹅还是鸭？鸭。鸭哈。那个，等会，鸡啊。老鼠怎么讲？老鼠啊，很多种啊，还是老鼠地下的老鼠，还是山上的那个老鼠？
一般家里面这样乱跑的。哦，那奥利那啥地，奥利奥利，奥利。那个种在那个甘蔗田里面那个田鼠叫什么？可以吃的那种。那是不是大的还是小的？就是说还是小的。他们有时候在山上抓一些田鼠啊。啊，田鼠啊。田鼠啊，就是在那个菜园里面，他们会抓烤来吃的那个叫什么？哦，那个拜拜那个小，好像小拜豆一样的那个。我没看过。还是小小的。我知道他们说有时候去山上会抓老鼠啊，山上的老鼠。哦，那个可以吃，那个叫奥利。奥利。那那个爬树的那个松鼠怎么叫？嗯 ，vahut。vahut。vahut。那那个飞鼠呢？飞鼠就是松鼠就是 vahut 的。就是那个爬树那个飞鼠啊，啊不，飞鼠了、啊。飞。对。rabbit。rabbit 哈。那那个什么山羌呢？山羌啊，巴拉。山羊呢？米。熊怎么讲？马肉。那以前台湾有那个云豹哈，那个豹怎么讲？巴嘎利呢？啊，再讲一次。巴嘎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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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那个田里面有那个蟋蟀，蟋蟀怎么讲？蟋蟀呀、啊。黑黑的那个蟋蟀，很像蚱蜢的那个。它会出声音，晚上会有声音。蟋蟀，黑色的那个吗？哦，那个，在，有时候在田里面那个黑黑的，在地上爬来爬去那个蟋蟀。奥利的，啊不是奥利的，蟋蟀是怎么样的？怎么样的蟋蟀？好，没事。那我下次拿图片给你看。那个蝴蝶怎么讲？蝴蝶啊，比赖。比赖。那个蜻蜓呢？蜻蜓，蜻蜓，它在水上面这样点点点的那个，四个翅膀的。哦，吸水的哈。在它会在水上面这样用屁股点水的那个。哦，那个小鸟哈。蜻蜓。啊，蜻蜓就是不晓得那个蜻蜓是怎么样的。啊，我下次拿图片给你看。好。那个夏天哈，那个喵喵喵喵。哦，雷，那个是什么？雷。李艾，李艾，李艾，蚕哈，李艾，李艾哈，认，对。那个什么，那个螳螂有没有？螳螂，那个手是匠的那个昆虫啊，它吃蝴蝶的、那個。啊，这不是地下这样挖的还是什么？哦，不是，在那个树上面或花上面，它会吃昆虫，绿色的。啊，我下次拿图片好了。好，那我问一下，鸟怎么讲？很寒冷，很多动物。就是如果统称怎么讲？统，就是说，哎、欸，鸟类怎么讲？鸟类？很多种啊。老鹰。很寒冷。老鹰怎么讲？呱唳。呱唳。呱唳动。那个绿色的那个绿袖眼怎么讲？绿的。我等一下看那个。啊，看图片好。鱼怎么讲？鱼秀秀秀秀。螃蟹呢？螃蟹就是螃蟹。爸爸。哎。你叫什么名字了？螃蟹会不会讲？螃蟹啊。嗯。螃蟹就是。有话他们说什么嘎浪的？啊，嘎浪啊，嘎浪。哦。虾子呢？虾子毛龙。Volume，Volume，Volume。那个蛇怎么讲？呜，那个蜘蛛怎么讲？八只脚的那个结网子的那个。蜘蛛，是不是那个蜘蛛？就是它会在房子上面有那个蜘蛛丝啊。Diswang 那好像 Diswang 那个。有网子这样子，它会在那边转。哦，那个有八有。You get, you get, you tell me. 你再发音一次。You get, you get. 蜘蛛嘛，对，蜘蛛，对，就是有啊，那个。好，那个什么，蜘蛛，好，那问一下那个木头怎么讲？木头啊，好腻。那个树怎么讲？树？树就是叫他去砍树，砍树，树怎么讲？一样的，烤泥就是烤泥，是木头了。那竹子怎么讲？罗马，竹笋呢？阿里，
那个山怎么讲山？日月。嗯。你再讲一次。日月。日月。嗯。不好念，再发一次。日月。日月好。那个山头，竹子石头怎么讲？亚麦。亚麦。土呢？古道。古道。啊。土石头好。古道。那个火怎么讲？不腻。不腻。火上面那个烟呢？黑路。黑路。嗯。那个好，那我就问，那个纹面怎么讲？马达斯。马达斯。嗯。哦，你们怎么叫马达斯啊？他们别的地方叫什么？巴达山啊。哦，巴达山一样啊，巴达山是一样的意思。嗯。马达斯。嗯。有分男生女生的讲法吗？一样。一样好，马达斯。嗯。那个织布怎么讲？米伦。的米伦。嗯。唱歌呢？我是。跳舞。有意。有意哈。日语啊，那个有意啊。有意哈。嗯。有意。有意。嗯。嗯，那你平常有没有很多孙子孙女啊？啊？你有几个孙子？孙子很多，现在女孩子的、啊，最小的几岁？最小国小，国小现在三年级哦。他有住在这边吗？有。你有没有教他母语？母语哦，嗯，母语就是哪一滴贵？不是，你有教他打电话吗？你的孙子？咱不会呢，有不会。你有没有教？有、哦，他不学的。要写啊，给他写啊。他会讲吗？不会。他有一点就是你去哪里哦？我说睡一路，只有讲而已。哦，他回来都在干嘛？看卡通啊。哈？回来都在看卡通哦，在玩。会会。哦，好，那有这时你可不可以等一下好，一两首台湾的歌，可不可以？台湾的歌呀。嗯。大家过去是两种，一个是但很多人的哈，很多人的一个代表唱的、嗯、也是有、哦，还有那个很多人呢像一起这样唱的、嗯嗯、也有。那你唱一两首可不可以？不一定要全部唱完，唱一小段。啊，呀，你们这边台湾的歌啊，台湾的歌，好啊，给。Sura ahoy, sura ahalopiyong ahoy. 啊，再唱一点。还要唱？对，唱一小段，你要唱一句就没有了。啊，再唱一点好吗？要唱一句哟。不是，唱一小段。哦，小段呢、啊？嗯。你可以唱越长越好，都可以。哦，这样啊。嗯。诶，苏拉会苏拉鲁比勇，拉会苏拉哈鲁比勇。嗯，还要唱啊？没有，就是很短的，短过的。好，那个，你几个孙子跟你住在一起？现在？孙子有。嗯。孙子两个，一个女的，一个男的。都是国小吗？毕业了。哦，一个小的还在，一个在国小的。一个对，一个三年级那个。嗯嗯。三年级那个叫什么名字？国语的名字就是，三弟的名字雅汉呐。雅汉。嗯。那国语名字叫什么？国语名字是吴雅汉。吴雅汉。嗯。哦，好。那个有的是那，他下午会放学回来吗？回来。那如果我还在的话，我再来拍你教他母语哈。母语啊，就是教你的孙子母语，我来拍一下哈。好，那个泰雅话谢谢跟再见怎么讲？不好意思。那再见了。是个呀得啦。是个呀得啦。不好意思，是个呀得啦。是个呀得啦。哦，好呀，有但是谢谢哈。啊，谢谢。我养上不得量哈。嗯。金就是金呐。好金哈、哦，辉就是光辉的辉。哦，梁金辉哈。对。啊、哦。上帝的名字是嘎瑞，嘎瑞比利，
这个我的爸爸，这个叫真的。嘎义。迪丽。迪丽。迪丽就是我的以前的爸爸，这个是我真正的名字，就是嘎义了。嘎义。迪丽。这迪丽就是我的爸爸。那现在80岁哈。嗯。民国几年生？22年，6月2号啊。22年了。6月2号。6月2号。好，那我晚上有过来，我再拍你跟你孙子哈。好，你教他母语拍一点。好，谢谢哈，要听，有大声哈。好，有大声。不是哑巴了，哑巴。爸爸叫哑巴。爸爸叫哑巴。阿公叫尤达斯。阿公叫尤达。阿妈叫雅吉。阿妈叫雅吉。叫雅雅。阿妈叫雅雅。爸爸叫尤达斯。爸爸叫尤达。不对，又讲错了。哎，重新。妈妈叫，看这边。妈妈叫雅雅。妈妈叫雅雅。Mười sora li moyo, mười sora li moyo, ya ba ya ki papa santa di ya soni, papa santa uto di ya soni.没有，有没有别的老歌？那个你爸爸妈妈？I'm a man.